有粉丝啊，你有无？哇，起码我粉丝是学生。你粉丝是学生，伊起码拢在教学生，伊在做老师啊。对啊。人客讲啊，你教什么学生？是幼稚园的，还是还是国小，是国中？教大人。伊教大人的，教大人就是讲。有考虑要教细汉的。教细囡仔唔免啦，囡仔佫唔免，迄是较侪岁人佫着爱去救，对不对？因为是安尼做瑜伽，就是咧救筋啦。囡仔学的无同啊。囡仔要学啥？跳舞带动啊。哦，跳舞带动，你也跳舞带动？我有在带动吗？可以。啊，这个直接叫我囡仔带动一下。我囡仔。对啊，怎么带动？怎么带动？对啊。啊，扣一下。囡仔放袂着安尼，囡仔放袂着会使带动啊？囡。音乐放着，囡仔就我就通，你就听我把囡仔带动啊。那请问什么音乐？音乐哦，啊什么音乐？我记得一个什么新如老师吼，给他带动一下，看要安怎带动，可以吗？哈，今麦哦，对啊，今麦，啊大概今麦一个有囡仔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嘛看囡仔要带无？啊，这大人囡仔，哦，会使。这大人囡仔，这还无娶某，拢是囡仔。我请问，连老爸老母的心目中拢是囡仔，无你敢娶某？你娶你敢娶某？对阿伯啊，恁老爸老母的心目中一定恁那都是囡仔啦。你敢知影？我等于看阮老母的时阵哦，阮老母拢安甲我讲，啊囡仔人你安那？我阿母啊，我几岁了？你才讲我囡仔人？对啊，伫伊心目中，伫伊心目中吼，做囝的拢会和爸母拢讲是囡仔啦。啊，你囡仔人去讲安尼，几岁尔？对不对？我伫阮老母的面头前，袂使讲咱侪岁，爱讲咱足少岁，安尼老母才会感觉讲伊足少岁，会感觉讲真侪岁。对，就这百善孝为先，对不对？大家较友好嘞，友好爸母，人若咧做，天拢有咧看，对不对？吼，啊，所以讲尽量大家做好做善，心肝唔通做歹，安尼对无？是，心肝若做歹的时候，天会甲你收哦。会收。来，继续要唱啥物？一暝三冬。一年三冬，是一年三更吼。
谢大家收，感谢高山，谢谢。